这样，你们五个一人出一个，我自己出五个，不就行了吧？我行，我觉得班长说特对。我出两个，我就给你拿钱去。那他给俩，我给俩是吧？你出几个？我出一个。我发现了，九州是真抠啊，他比我抠。潘九州，出一个应该没问题吧？也挺难，就这样，就一个不能再多了，最好别出。就事论事，哥，我要有的话，我也给，三天就挣一个。你给点儿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疼，这心坎子里了。这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把币拿出来走啊！你真不给了，真不给了，我待会帮你要。还差几个，哥？差一个，差一个吧。巴图哥拿去了是吧？给谁？你给两个呀？不是两个吗？给一个就行。给俩吧，没事，就这么着吧。你看人家，我给俩了，为啥人家给俩就满天叫好？真不行，咱真这样情谊都少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还差几个？啊，差一个，我给了，我给。谢哥，行。还你。为啥还我哥？够了。没给你。真够了吗？就差。那你把拿走呗，拿回去呗，你把这币拿回去呗。我给你来一杯。哎，有点晕。你还给不给吧？给吧。哎呀，就多来点行了，多来点菜。十枚过来。我们这十二个，我们这给十二个。好，大家分组，好吧？做鲜花饼的做鲜花饼，买菜的买菜，打扫卫生的打扫卫生，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迎接我们的家人。好。